谢我们的逸飞。那我们也先请老师打分数。好，那我们也请逸飞到前台来准备听讲评。那预告一下下一组的爵士鼓少年 C 组的前三位，张新涵、林博元以及吴家宪，可以开始做准备了。来这儿，可以讲评的老师是好国华老师。Hello， 逸飞，那个打得很棒，然后里面东西很多，然后也有做很多协调性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很喜欢这种 Latin Fusion 的东西，所以在这种音乐风格，我们还是再讲回来音乐的风格好了，就每一种音乐风格有它表现的音色。对，所以像拉丁这种东西呢，你可以它的落地鼓啊、铜痛啊，它就是一种音乐线的表现，所以在轻重上面可以其实不用做到这么大，没关系。然后小鼓呢，通常小鼓会像有点像 timbales， 所以你的那个 ring shot 的高音可以再让它更出来，听起来会有更有这种音乐的色彩。OK， 好，加油，期待你以后。好，谢谢国华老师。那我们看一下分数 ，Cody 老师87.2分，国华老师92分，恩杰老师90分，定南老师87.8分。好，我们可以下去休息。